车的感想，我觉得大家一定都非常开心，因为天气虽然热，但是有凉风，然后现场非常的清新舒爽，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植物，而且我们提早收工。有点拍太大力了，就是非常愉悦，然后跟所有的演员啊、导演、工作人员都配合得很开心。哇，谢谢夸奖。肌肤要好，其实方方面面都要很注意，但是我给大家两个最重要的提醒，第一就是要吃得好，吃得健康，第二就是要睡得饱，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注意好，皮肤就会非常的漂亮。那我觉得现代人都很忙，我们可能很难从自己的三餐得到足够的营养，所以尤其是像我即将奔三，或者你已经奔四了，就更要注重就是胶原蛋白的补充。所以今天拍摄的这个主要商品 Choco BB 的胶原定也非常的推荐，非常的方便携带，然后很小颗，很容易吞，也没有什么特殊气味，所以我很推荐。你的可爱，我来守护。Human Healthcare 卫彩。